也是我们最高档的一个儿童的精兵班，每一个都是我们国内的战将，包括在参加世锦赛的比赛、世界锦标赛，甚至于到国外比赛，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优秀，所以替我们飞训争取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荣誉，也代表中华台北争取非常多的奖牌。所以让我们睁亮眼睛，看看我们的儿童精英班为我们带来了些什么样的表演，掌声鼓励。It's a talent that I always have possessed. And here lately, please don't.